高雄乡的荷包村，因为是高雄咖啡上早的发源地，也阁保存了真完整日据时代咖啡资料，所以高雄乡公所就伫台湾咖啡节期间，将这个地方设定为历史人文学院。但是真少人知影这个所在，所以公所今年为着要服务游客，嘛特别针对这特色的景点增加公车路线咯。扩大范围内，我们包括华山、桂林哈。这个几个点我们都有跑哈，然后这个荷包山也特别商请县政府来接洽接驳车哈，来这边做一个接驳。只要民众在台湾咖啡节期间的礼拜假日到大老会车站，就会当坐接驳车到咖啡节举办的各个的会场，其中荷包山阁提供儿童绘本，好带囡仔出来佚佗的家长加了一项的选择。我觉得有接驳车非常的方便，因为呢有时候呢家里没有车，然后来的时候又会遇到塞车，因为假日这一条路非常的拥挤，所以说有接驳车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的一个便利。嘿呀、然后来到这里的话，又可以喝喝咖啡，然后看看书，然后享受一下假日休闲的时光，所以非常的好。所有车班时间，高雄乡公所嘛拢公布伫个电脑网站顶提供民众来查询，并且希望大家会当多多来利用这公共的交通工具。文化处的网站，还有国坑公所的网站，还有我们绿色隧道的服务台哈，都有相关的资讯可以查询哈。然后我们各个人文历史学院还有华山服务台哈，都有这个相关的坐车的资讯可以查询哈，那可以请游客充分来应用。虽然今年公所有真是几个公车点来服务大家，不过公所也是希望大家会当用脚踏车的方式，为历史隧道出发，来这享受上天然的奋斗精以及上赞的咖啡香。记者王真心采访报道。